当地时间6号，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场网球比赛上，一批特殊球童吸引了全场的目光。捡球、折返跑、地球，这些球童的业务素质一点都不亚于专业球童。他们在引导员的陪伴下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场上情况。每当球员得分，观众鼓掌欢呼时，就到了他们的工作时间。据了解，这些小狗球童是由当地一家慈善机构提供的。上岗前，他们还接受了英国网球名将蒂姆·亨曼等人的专业训练。